所以呢，那两份小费八个点，小费除以跟超市工资，公园跟吃熟肉，然后还有一些来点凉面，把咱老千年或者一线，这就给咱四千年啊，三千年，以秋改鲜，贵气，改成那个，现在秋千年，因为人工。冲不过的火焰山，那真的冲过了哈！当年冲过这种火焰山，细节还细，细节不少，还细呀！那你呀，那你呀，一定要紧啊，一定要紧啊，要紧！哦，诶，就是啦，为了你等下一定要请客的，你今晚是等下我的请客，提交材料。真正人往那个地方去，因为去到代表，尤其是山东这边，这些是可能不可思议的。哦，要讲到某个姓名，也就是他，这就是他的。哦，所以就会一个。如果你今天去，咱两个真正对二哈也亲近。哦，咱真正一去。一道跳到道，如果恁今年来这个天宫经，你也敢好好听，对天宫经的含义，你能跟伊个亲近个，你往天宫经听到，伊往这道地，伊个伊往这道地，真正往五体投地我不骗，所以那个搞不起对嘛，有别人就跟我说，哦，虽然讲两边两两。但是你面对着一切，你敢参考？哦，这倒是，不是我咧甲你讲哈，不是我咧甲你讲，啊，你敢面对听？哦，啊，听了了，听下无？哦，用心着得，希望能够用心着得，啊，希望能够。哦，一个解释，你大学的物件袂使害家己，你经验的部分袂使无了解，因为毕竟，因咧甲你问，哦，你想，咱何去？新作业，迄时阵人拢叫排指数，拢叫排老师，拢叫排指数。迄排指数，迄真正来去甲讲起，咱头壳遗传大个啦吼。我真正传给你看，迄是上理想的干部，迄是上理想的干部。已经讲到着三千多亿都讲出来，迄讲出来物件你一定有，你要去看一下。真正凭这写出来，你后面才能得有。咱去画游戏，哦，所以这个依旧是非常关键。你有那么相互，你有那含糊，它就五体投地。所以这个，跟老哈去到青岛，一头接着爱听我去青岛，跟简老师，不然我们表白，我你问他哈，你表白想法肯定是哪里的？你爱做回来，哦。啊，所以呢，你的朋友感受有真相，要么说爱情吧，哦，你我认为有毛病，啊，是你真相的意见，这是我真相很好的，那我嘴，你当然我是对，你当然我是对啊，毛病，真相你给我来的是，他不是，哦，三两三，真相没有放在上面。哦，这个，不过你都变在哪边？金标，伊个的金标，恁是做中学习，我相信我们大家都做标。但是因为恁就爱那爱做面对基础，对基础，基础是讲对一切的问题，你才敢。你若讲你顶完那点，拢你需要他上面这一块，你下底基础拿不起。到尾啊吼，赢哈，看袂落去。所以，这里讲的，因为虽然因为因这块，在样本量这块，得到学习的，但是最重要，就是因为咱面对咱的文理，咱的文理，咱的基层教育一点啦，这个的基础，这个的地基。所以，咱知啦，
因这情况所的道理，伊所听情况啊，所拢听红海这面。你想迄个赖，迄个赖先生，迄伊即摆台湾听红海，哦，啊为迄个小朋友即摆拢听情况的，迄种你拢听这道理的，啊所以呢，你家己确确实实爱有这面，真正吼爱有这面，哦，尤其咱台湾输出是代表一个形象。如果没有办法想，哦，他没有办法跟你，这一点我们一定要了解。而且问题讲，啊，咱借着人这机会吼，咱将会切，咱爱想，要举办一个铸造吼，啊，这铸造当中的那个是甲天地一起的吼，26号嘛吼，26号27，27的吼，啊，是我是讲啊，念念吼。现在这动作都没有在做，啊、所以呢，因为一是，咱真正是处理一片，对咱老菩萨也是这种爱心和关心。咱既然要做迄个无极限的吼，当然咱这方面做，好、哦，要做方面做，是安那咱要做一点，因为修本都是爱良心，就是对关心老人，照顾老人，因为老人这贵气。来趴这个动机操，咱拢来照顾伊尔，唔是咱个人的能力。过去的前过车，因为用伊的生命，用伊的金钱，实际上中央大陆安尼，政府的考量，政府的出地，因那讲打死不退，哦，打死不退，所以今日到咱台湾的道场，啊，你进台湾的道场，咱进台湾，拢可以做道场的干部。咱一定要商量，爱讲论爱讲论，因为随时因为切到菩萨当老皮啊，那这道路拢变变不平。咱今日两个讲，我今日开开一地，我哩麻惊麻烦做一地，咱真正无爱心，咱无爱心，咱就无资格当上头，咱就无资格当做干部，咱无资格先呐，咱个基础拍开了后。因为咱准备最好的，咱先努力一点。想到咱我一直咧坚持做事的，唔是我爱做。我把啥做会了解，但是你基本上，咱只能去做，唔是对老人俩，互咱的囝儿也是，互伊囝儿也是实。而且咱做无成功，咱是袂当办的，咱要许多。好，咱要许多该办。我感觉咱想到，你讲是人听，所以行就行袂出来，你行就行袂出来。哦，咱想办到，咱不是讲存钱，不是讲存钱，咱是真正要对道路，像今日咱今日是很感动，人家真正社会在改变嘛。所以我起来就是做这个。有过去，咱爱社会，就是爱社会，是跟那里个中心的，他心里想的。咱所救济案件已经千几条件，当然咱锲而不舍的做这代志。但是由于咱这么老人，咱老无啥用头，咱就敢看袂到是真正，无人去照顾，也无人去关心。咱从开个钱口了后，我今日做差不多，我今日30年了，我今日这不做好些，所以我真正差不多。但是我希望讲。新的电脑出来，一定要坚持这个方法，不是一个月，不是七百，一个月。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，一年建议咱们坚持下去，让人爱心多好。咱爱一起做，将国家拍拼这个平台化，不是咱的能力，咱一定爱让有感恩报恩的心情，那安尼咱那合理修办到的这种条件，啊，我心里想刚刚的修炼，心里想刚刚的修炼。所以今日的优秀人建设，咱爱乡建设，所爱乡基金全部将计划资金出来，刚刚靠底下去的。哦，泰国有五大场，咱泉州有大场，爱乡的大场，刚刚咱今日去咱靠底下去的。全部将因为用因的生命，用因的金钱，用因的时间，用因的岁月，哦，把这大场建立起来，咱人家去的吗？靠得了吗？
人没有爱心，这个没有吃苦修道，你外面他是光吃苦，你跟我这样的书，我爱心呢？我们讲什么啦？刚才单间人毕业时分，你有性格，我们把单间人超级用到你，所以有人有点么水攻击的位置吧？我们不要，这是好人。好人今天去做一个救援，我们今天学完道，今天咱今天有法度避开这个灾难。如果今天换一个，但是咱换恁老换一个方法，用这个心来对待，你心会变袂？你心会冷吗？所以今天来时时刻刻，安怎？一定要点亮，点亮啊！咱今天去一旦受苦，一旦今天去一旦渺茫。从前不讲，接下来讲开始。虽然我已经准备是大部分心思在开始，开始我见，一旦我这老菩萨经过一个安详的晚年，可以老人来，你吃食无什么困难，这是免得跑跑。真正哦，阿弥陀佛，不是我爱做这行，我马上做这行的是高频站的事情。好、哦，啊，所以小的人做先，大的人做。那有问题嘛？咱爱心无够，所以我希望今日咱这个会年轻志工，拢爱人，志工爱人，没有理由守护，真的是安尼叫。今日你今日未到吗？恁今日未到吗？恁明个只爱心拢无，咱今日学到，对不对？至少恁先学嘛。就是从地位上这个心理，我们一定要来参与，我们一定要来参与。好，我们眼睛能拿小小的回报而已，连一点小小的回报，那都有困难吗？你要学什么法？连一点点点的回报，那都有困难，大家都细心的。所以我们眼睛然后，去完就来电当中，我希望我安排掉，大家慢慢提人先知，无理由。要么说太太嘛是安尼，要么说先生嘛是安尼，拢总爱来，没有理由。我安排了后，除了要我是故意话，你没有理由说不，你没有理由说不，那没什么关系，那没什么点嘛。我没有权势，我没有特权，对不对？我又觉得，我又觉得付出的爱心，那我要表示这样哈。哎呦，我能今日真正，会当来过，但爱心，这爱心才大些做就开始做老婆。所以我希望我新的点嘛说，要贯彻这种责任。当然，一个人爱办，能挂头的很贵，两个人公钱爱心。过去咱讲咱爱上塑料，唔免三个月就收起。咱特别坚持贯彻，甲这几年十年外外，十几年，咱收偌济？上少六百万起。什么人？你遐辛苦啦，你遐辛苦啦，创业的人，咱爱上做咧，好，任何做三个月、两个月就收起起。什么物件？来做力量，来做创业，大家唔茫要袖手旁观，你去做好啊，这力量对。所以我讲，咱爱上做代志，真正，咱今日唔是咱传的爱上，好白的单讲，今日落去是伊是伊为什么爱你做那些爱上？这是最重要的物件，创业物件。所以，咱今日了解，那么本钱好了。咱无，你原来无真正无好本钱啊，无好嘅人，咁点蛮衰，无心标不起，但是没有什么了不起，也就是一定要做别人才行。包括别人说的对，刚别人说先生，爱做别人才行。跟我来，而不是你去做，他不来，他不来，那我怎么来就行了？你说，你好行，你坏不？一届五十万。喊我来，我唔是建议做，我做你。哦，你做那我做很快，所以我哩核心的当中，我留下了一个
所以完美的结局，我如何成长呢？虽然有一寡是非，但我相信，我今日无愧疚的好成，好成，按照这样来讲，好成是愧疚我，毋是我愧疚好成。但是因为这个我们不要想，因为咱肯定养不会天，不会地，终不会人，也自然倒掉。啊！希望阮今日人生做一个上圆满追求，这叫做解答。所以这点，透过今晚这一年，跟各位做一个报告吼。啊！希望咱大家贯彻，你不要跑，你不要跑，你不要跑，你去也没去啊！你没有跑的理由，你没有跑的理由，你不知道会不会得利，一定要猜。啊！那天刚起来。这个就是修道嘛，对不对？这个叫做团结嘛，啊，这个叫团结嘛。因为我若叫你去做歹代志，你能听话无？没有你了话，哦，没有你真正亲近你，咱对老菩萨的这种的，我相信你今日当对老菩萨这种爱，你当对你的爸母原来这种爱，你今日对老菩萨这种爱，你对我对你爸母话又好。我超相信，所以这个问题，透过这一年，培养咱家己的心灵的素养，培养我们心灵的素养。虽然讲，今日咱拢无趁钱，叫咱做自家，较少，但是毋是逐日叫你做，逐日了，哦，我用时间来疗愈，好，不说的对，才是法师，不是，哦，所以是这样强调。那另外呢，就我今天已经播到26分了，好。